七题，关于宝特瓶制成的环保沙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前面已经提到，这个环保沙是由宝特瓶做的，它是一个人造的合成纤维，它的原料并不是天然的，所以它并不属于再生纤维。而我们也讲过了，合成纤维燃烧的时候末端会成小球，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属于合成纤维的纤维丝燃烧后末端易形成球状。